这是日本拳皇是一个完全死扣回归拳皇十四，本年度第二战来自于小孩跟他的这场比赛。左边是中国小孩，右边的话是日本 Scott。来，今天晚上小孩难度也比较大，32B手擂，但是对战四位顶级啊世界高手的比赛。那么先锋上了玛丽，对战对方纳吉德啊，这里是选择了一个黄尾巾的纳吉德。欢迎你大爷，永远是你大爷，欢迎坤儿哥。那么今天晚上的比赛，小孩第一灯非常关键，好跳轻拳，这里招弄得出来，看得出来啊，死扣打的也是比较的谨慎，上来没有做特别激烈的一种压制，好吧，先被小孩捡到一个漏，现在是进半边三十连打到对方三个半血量，前翘的一个跳地。好了，今天晚上比赛呢是刚刚开始啊。此刻的中间是选择了 boss 大 boss 啊 ，Waiters。这家伙在十四里面也还不是一个完全体，所以说你看不到他的整体的一个面貌。好，威尔斯现在被小孩的玛丽挑压，近身中腿，偷到下盘中腿，偷下盘没偷到，下边的蛋直接确认 BC， 现在爆气之后了。还有一颗气，不过这里小孩应该说不能连大招了，因为是连不死，所以说还要继续发起第二套压制。哎呦我去，要凉了，直接超级取腰，一个超杀带走，痛感光波。 Score， 大家觉得第一灯跟小孩他们两个谁赢啊？你觉得小孩能赢第一个币的话刷一个6啊，觉得日本能赢的话刷一个9。欢迎男孩子啊，69啥意思？69什么意思 ？OK， 看起来还不错，因为小孩这边已经看到了对面的麦哲了大将。第一战应该说问题不大了，这里是两管血打对方的一管血。欢迎刘烈山啊，感谢你的战宝支持，平局。顺应打麦哲问题不是很大，毕竟这是亲儿子啊，反本之子。麦哲想吃中段，你看开到了下 B， 下B 再次带 BC， 这套大招要带走了吗？不带，压逆下继续发压制，麦哲现在很难受，想用这种冲近距离的重腿来做一个确认，有没有？完了，给小孩连弹。第一战的话是小孩首战告捷，兄弟们你们猜对了吗？好了，首战告捷，不错，输四个币换人，跟昨天晚上比赛规则都是一样的，输四个币就要换人，每人是8个币，四位选手32币来挑战小孩的32币。好了，咱们来看接下来这场比赛，来对于小孩对战 Score 的第二个币了，依然是不选择换人，还是那几个首发，有点输入中间，电棍来继续，时间掠夺一下29连，这里的输出打到3个的血量，好的，对方前中下金拳没偷到，被小孩却反，继续，好，哎呦，这个机会没有把握住，具体原因啊，没有办法。下段后期被对方却反了，这套伤害小孩的玛丽就没有喽，直接 KO 他了。27连之后，小孩的玛丽送走了，对方血量还剩下2个半，回血回到1个半。那现在场面上来说，
来对小孩的中间，顺影。阿良昨天晚上一踢赢了吗？没有赢啊。欢迎老吴回家，晚上好。欢迎吴董。这场对局来自于小孩这一战，日本 score 的第二战，第二战昨天什么比分啊？记不住啊，兄弟，记不住，你卡个牌子吧啊，加个团。哎，反正就是输了啊，反正就是输了。今天晚上像小孩的受累能不能成功？你们觉得？其实也很难，也很难。赢的话拿4000，输的话是毛都没有。欢迎过后都回家，晚上好。那么现在顺影要拿下这个威尔斯了吗？威尔斯现在手上有资源，但是没有血，而且没有机会了。恭喜小孩再次拿下一灯，后面还有一个麦卓，这里还跟上把一模一样啊，也是一个二打一的一个局面。看得出来啊，斯科尔这一年荒废了，面对小孩今天晚上这个状态，没有一，好像跟昨天晚上一样，没有特别好的一个对策，还是需要时间调整吧。也希望他能够尽快恢复过来啊。又失手了，又没有了。好在这里小孩就顺影没有资源了，只能说再次压一逆向，清泉清泉，没有资源暴气。科尔总是寄托于这个重腿的一个打确认。好的，这里是全资一个超皮杀技，但是说实话伤害也就那么回事了，毕竟不是顶顶叉叉，他还留这个资源打下一个人。哎，清泉两段带 PC， 好的，半边吹飞，这波出倒是搞得小孩有一点猝不及防了。那现在没想到这家伙抓机会能力还这么强，关键时刻还能体现出他的基本功来。欢迎一岁，欢迎新小宝 baby。 好了，这个 AB 给了 Score 一个血板的机会，来了，又是超级必杀技，又顶点超大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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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抹口红啊！小孩还能赢吗？武器八神安，咱们来看武器八神。好，哎呦，这里是真的是无德呀，硬直超短的。咱们来看小孩的武器八神能不能顶一下。后 AB 配着这个气，一个防御取消。那么现在这里还不敢 AB 了，长了记性了，他在等一个升龙的机会。假逼，这里没有暴气就没法压制对方，气不足。假逼带比赛，机会来，小孩大爪子有没有？来了，漂亮，真牛逼！